身边啊，好多朋友都希望在国外置业买房屋，但是国外的房子真的适合每个人来居住吗？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各国房屋大不同，耶！定了影英国，他们觉得房子根本不是房子呀。对，哦，他们不是房子，对，他们是什么啊？他们对英国人来讲，如果没有院子，那我们只能算是 flat。对，哎，哈娜，你们俩可怜。我们还过这样也不错。是不错。那英国的房子什么样？我们的房子有不同的房子，然后有一个叫 detached， 就是单独一个房子，单独房间。房子有 semi detached， 是两个房子连接到一起。还有 terrace 就是一排房子连接到一起。然后也有 flat， 但是那个就不算房子了。他说的是那种连体别墅的概念吗？就别墅，就别墅，有独栋的别墅，有独栋的，有两个连在一起，还有一排的。但是这些有一个共同点，都有花园，一定要有院子。对，前面花园，后面有花园。然后英国人特别喜欢这种古老的房子，就建筑比较漂亮。虽然现在也有新的房子，就你们不喜欢新盖的房子哦。就是新的那种摩登的感觉比较少喜欢，但是新的房子现在也是按照古老的那样子去装饰，因为我们觉得比较温暖，比较舒服，而且空间会比较大。我有个照片给大家看看，这是一家人家，好大哦，不是我的家，好大哦。我到普斯茅斯看到的房子没这么大，只有大概这一半，就这样。啊，三分之二，就三分之二，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所以这里在那边，我能说售价吗？售价你说，可以说大概是在300多万、400万人民币，人民币就可以买到，对，而且它是古建筑。最后我进对古建筑，所以我进去以后，我说很多的地方就是有破损、有残次或者有裂缝了。我说修的话怎么办？修的话呢比较麻烦，他要到当地的政府去审批。但是你所有的房子里面的零部件和里面的砖头和里面的这种设备龙头这些东西，在地库里面它都存好了。啊，明白。来，坐过这种电梯吗？英国有，坐过。英国有，英国有。去谢菲尔德大学，他们的最高的楼就是有这个电梯的。太危险了。然后是有两个电梯，就是一个是下，一个是上，同事。然后就是它就是没有停的，你要自己上去，对对对，自己下。实际上没有门，你直接跳进去，然后跳下来。你觉得危险吗？这种电梯？危险。不危险，不危险，很好玩的。是很慢慢的开的，很慢。挺慢的，也不是特别慢，但是不快，挺不是有危险。很危险吧？你卡一半，那就。张芳这种身材卡一半，人家那种地方人少，在我们这儿人多，大家挤都挤不上去，肯定像前一这种半只脚掉在下面。人多不适合，看看你自己吧，真是说别人。对，外国朋友家里都有哪些好玩的特殊东西呢？在国外很多房间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经常不看到的东西，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来，罗莹莹，在你们那有什么我们在这里房间里看不见的东西吗？在英国每一个房子都有壁炉。每一个房子都有壁炉，是真的壁炉还是假的壁炉？有真的也有假的。因为这个壁炉怎么样，如果是假，怎么样都需要一个假的，至少有假的。为什么要一定要有壁炉？因为壁炉很重要，我们上面会放很多这个相片呐、还有到了圣诞节是最重要的时候，需要，对，就是圣诞袜子，因为圣诞老人就要从这个圈里下来嘛，然后要把你的礼物放到里面。你还相信哦？那么大了都，有，注意一下自己。但是我们不烧那个木头哦，你们不烧的。如果是真的话，不烧木头，因为英国有规定是要用那个煤，无烟煤，啊，无烟煤，无烟煤，要不然空气不好。所以每家每户一定要有壁炉，不管真的还假的都有壁炉，对不对？对，但是假的也是有暖气，而且是这个假的不完全只是装饰，因为到了冬天也有暖气的。它是有电的，对不对？对，用电暖气啊，电暖气。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假的壁炉就跟我每年回家不是春节大家要放鞭炮嘛，我妈都是放录音一样的效果。哎，先有那种一串，但是你放它有录音出来的。对呀、就我妈说这很好，听到了。对呀、但是就是那个录音机里噼里啪啦那个声音，你怎么能找到？跟现场放完全微妙的联系，你知道吗？真的，我们再来看，来，真的，真的很浪漫的，因为它的样子看起来完全像一模一样，像的，都是有那个假的那个。哎，你们到那个化妆间去聊一下这个。来来。